你这样得罪了就是 reputation hard to build， 网红这种就是 easy to be destroyed， 一有问题马上就传出去了，对啊，瞬间传完了，而且就弥补不回来了，你就完了。